今天有个小妹妹留言说要嫁给我，还有人说我是中日家庭主妇里最帅的靓仔，还有一个朋友留言说本来想睡午觉的，结果被我的视频笑得睡不着了。是这样的啊，昨天晚上我录了一个对口型的一个搞笑的小视频，那今天呢再发到周视频里来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分享一下。爱是一个吻，爱是种眼神，爱是你我前世共同修来的缘分，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，我会保证爱你一万年。拍这个视频呢，其实就想让自己啊自娱自乐一下，然后呢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欢乐，逗大家开怀一笑。可能有的人觉得这个视频跟我平时的反差太大了啊，有点自毁形象什么的，觉得不习惯。其实我私底下啊就是一个性格比较活泼的一个人，但是呢中视频里面呢我不好发挥，因为经常都是跟我公婆在一起嘛，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要是搞笑的话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对？那要是说跟我老公在视频里面要干嘛干嘛什么的，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喜欢我，他就会觉得哎你这个很假很做作啊，肯定都不是真的。所以在视频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一般都是比较一本正经。有人说想知道我老公在看到这个视频以后是什么反应，会不会不喜欢我这样。其实我这个视频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前后一共拍了30多次，最终呢我选择了3个版本给他看，发出来的这版呢是他觉得口型对的最好的，他看不懂什么意思啊，但觉得我拍的很好玩，然后呢觉得我拍好以后然后给他看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，他呢是看我开心他也开心。还有一点啊，我觉得大数据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啊。昨天我直播的时候有个人在屏幕上留言问我啊是不是戴假发了，可能是我发量太多，然后呢发际线又很低，所以呢可能看着像戴假发了。不过我可以保证啊，我可以保证这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真发啊，真的不能再真了。从来没有假发品牌哎说来找我合作到什么，但昨天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呢，我今天居然就收到了一个假发品牌的信息，说希望可以合作。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啊，我这是真发呀，你说让我怎么跟你合作呢？他没有发烧啊，但是呢他想在头上贴一个推着贴。饭好吃吗？一楼节约好品质。一下子吃这么多，哎，那个爷爷没有听到。こんにちは，すいません。他说了好几遍你好，爷爷在做事情，都没有听到。小心车子啊！上去吧，车子来了，对，快点。妈妈可以上去的。嗯，妈妈也上来了，走吧。再说一遍，妈妈谢谢我。嗯，上去。一小心嗯，我先上去。嗯。小小的。哎呀，第一小心。我先上去。我先下去。走吧。妈妈谢谢你。嗯，走。爸爸。うん、カバンヒロが持っててくれる？重たいよ。没问题吗？重い。ママ、左手で持ってて。オッケー、うん、走。はい。何で、何で言われたの？これ、これ。
あ、ごめん、昨日やっぱりね、忘れた牛の玄関に来る前にね。やっぱり。やっぱり。やっぱりね。先生。あ、髪の毛来た。あ、大船のあの店で。あの店。マスターの店で。アンパンマンのあれじゃない、キャベルのやつ、ね、持ってたでしょ、ペロペロ。うん、チョコレート食べたの今日？食べてない、でもアイス食べた。あ、じゃあチョコレートもアンパンマン、チョコレートもアンパンマン、ジジが買ったでしょ。ジジが買ったやつ欲しい、はい、誰が買ったのこれ、ヒロ、これ誰が買った、誰が買ったのこれ、誰、誰買ったの、ペロペロ感じ、これゴミ捨ててきて、ゴミ捨ててきて、ママにちょうだい、おいしい、ママ食べてみたら、あ、ママ大丈夫、ありがとう、おいしい、よかったね、ペロペロとチョコ買ったの、ヒロは、ペロペロとチョコ買ったの、ペロペロどうした、ペロペロ昨日食べたの、食べたの、ヒロくん、まあ聞いてないね。うん。ジジが買ったの。うん。昨日うちで食べてない。うちであまりこういうものね、買ってないから、ないうちで。どこで買ったの？セブンイレブンって言ってごらん。セブンイレブン。セブンイレブン連れて行くんでしょ。そう。買い物の散歩の時。うん。それでババがダメって言ったんだ。帰る人も。買い物行こうって言うんだけど、電話かかってきてね、うん、いいっていうか、ダメって言ったのに買ったね、じいじ優しいね、お母様、はい、ま、しょうがな、あ、まだ買いに行きたい、うん、はい、分かった、私はね、ダメって言うからね、あ、私もダメで言う、分かってね、じいじはね、買うと思う。ママこれできる、ママこれママできるよ、できるよ。やってみて。あ、じゃあママやってみる？やってみるよ。ほら、ママすごい。これやってるやつだよ。これでやってるよ。これやってない、もっとこれ一緒にやる、一緒に。どうやって？あー、あ、分かった。こういう風にか。これやる、これ。測るの？測るの。お熱。お熱？あるの？等一下、等一下。なった？ピピなったら教えてね。OK？ まだまだ。なった。36.4。36.6 だよ。36.6。36.4。ちゃんと言うことは間違ってない。4。36.4好きなんだもん。